这是我的妈妈，我们全家公认的一家之主。春假我们去日本玩好不好？我比较想去巴厘岛。巴厘岛都只有玩水而已。那你去日本还不是一直在吃东西？韩式炒年糕哎，那我们就去韩国好喽。啊？一家之主获胜，一道菜的幸福，一辈子的温度。膳魔师 Thermos。